在选举完之后就开始谈到说陆客要缩减，一直到今天的确是有了缩减，可是幅度并没有我们当时想象中的那么大。不过对于业界的影响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感受到了，不管是在故宫的前面或在很多礼品店里面，我想这个免税商店都可以感受到游览车也变少了，人数也变少了。如果今天再加上安全的问题啊，让对岸的同胞有所顾忌的话，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的旅游业是会有很大的打击了。那我个人这个像现在的政府已经也在处理，他们希望开放更多的别的国家的观光客来台湾来观光旅游。我想大陆来观光的人数的数量之大，可能是没有办法用别的国家来取代啊。那我只希望说我们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双管并进的，我们的观光市场并不是只针对中国大陆来做设计，我们其实是希望作为观光大国是开放给全世界的。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开放或者加强跟别的国家的观光客之余啊，我们其实大陆这块是绝对不可能忘记，我们应该要继续加强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跟中国大陆还是要设法在改善呢、啊、这个双方的关系。旅游是最软性最文化的一块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部分呢、啊、希望能够争取到大陆这个双方呢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。